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移民署署长钟景坤。接种 COVID-19 疫苗可以降低感染风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现在在台预期停居留的外来人口也可以安心接种疫苗了。自2021年12月3日，所有预期停居留外来人口不用担心被通报、查处、管制，请您尽快来接种免费的 COVID-19 疫苗。有身份证明文件者，可到各县市指定接种站或医疗院所接种。如果没有身份证明文件，请扫描以下 QR Code 联络相关团体协助您登记接种，安心接种疫苗，保护你我的健康。关爱众生，永不停息。生命电视，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念这个偈颂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断除以往除难流，开示涅槃无上道。咱们在后头讲前头啊，先讲道。道是什么呢？它有两种，一种果，就是祝福，菩提涅槃道。涅槃是不生不灭的，菩提是觉悟的究竟果德。这是果，但这果怎么得的？是因来的，因必须修因契果，在你修因时候契合这个果，三贤十圣。三贤呢有三十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这称贤位。信位不算，信呢你信还没入位，光有个信心没入位。贤位圣呢，初地到十地，见了法性了。初地菩萨再发菩提心修行，真正入道了。入了道了，道是菩提道，是佛的果德。道源功德母，信源是什么呢？源是本来的，本菩提的根本就是源。滔滔大水必有因缘，那个大水出生的一定有发水的源，它的源头，这就是源的意思。还有一个意呢，是手艺，就元首元首手艺，手艺什么呢？善之长者，善，什么是善？就是开始初心。那个善道，这就叫道。道源功德母，
母是生长功德的，叫功德母。这个是没有这个信心，道修不成，功德长不出来。这个信呢，就是信为道源功德母，一些道，一些发始修道的最早的生长意，因为信才能入，因为信了，而后在三宝培福田长养你一些助善根。因为你要深入的追求，要学，要学什么呢？学佛所教授的方法，也要断除的疑惑。现在我什么代都打问号，都在疑惑当中，疑网啊，像打鱼的网似的。咱们说因陀罗网，经常说那个，说这个网把你网住了，难耐千缠，永远出不去。断除以往除耐流，来因此引发这些个，必须要开示涅槃无上道，给你解释佛的果德，不生不灭的果德。凡是说母，就生长的意思啊，生长意思。而每人都有妈妈，妈妈就是母亲，母亲。我们的生长、养育都是母亲的抚育的。母亲抚育你才能长大。说信呢，就像妈妈一样的，因为信抚育你，你才能够成佛。说信为道源功德母。能够长养出来一些善法，长养善法就断除哪法，断除疑惑，除耐流。耐呢就是生死根本，就贪耐的贪耐的耐。这个耐主要是指男女关系。如果把这个耐念断了，正着出国，没有行为了。断了念头，那再深入的出国进入四国，以这个为主的。你要想成道，翻过来了，道源功德母断除一些慈耐，无名慈耐是堕落的，这叫生死根本。断了这个，超出生死，没有眼耐了，才能够证涅槃。说这个信呢，有这么大的力量，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些助善根，这就入了信。信三宝，信三宝就是这个含义。因为信能够断除慈耐，能断除耐行，断除无明，能够证得不生不灭的道理，成佛。信无垢作，心清净，清除骄慢恭敬本，灭除骄慢恭敬本。不靠信，你清净不了。咱们刚讲完净心篇，因为信呢，信完了就念文殊菩萨教授母的，念净行。把这垢浊的心贬成清净心，这个时候没有傲慢贡高，这个信是根本，根本。以为法杖第一财，为清净手，受助行。说这个信，信有这种的力量，是吧？信了，能可以入这法藏，入佛的那个教理的大藏经啊，就是法藏。法宝就藏经啊，大家知道藏
仗着韩昌义，韩昌一切了生死的方法，是第一财富。但是想要受此佛法，受此法杖，得有清净的手。形容词了，心里清净是对着心里不清净说的。心里怎么样才能清净？因为靠着信，信，信了就把那个不信的毁谤三宝，不信把那个浊流变成清净了。信理，信理，要信理啊，感觉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老师，那你还能起得娇慢吗？对待父母，对待自己的师长，不会生娇慢心的，是信理。因为信了理了，看一切众生都是父母，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这在理上讲，这叫理法界，华严经的理法界。信大藏经里头所含藏的，十藏所含藏的，所有圣人的财宝，你都能具足，信为第一，得有信，没信是不行的。信了，能够要奉持，就像我们手能够持住物一样的。持着三宝，持着佛法，还要相信世间一些财宝不可靠的呀，是做梦的，梦中的财富不可靠的。人生也无过百年嘛，你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来，人江夏生时候连个布条都没有，你死之后一烧什么都没有，说还剩个骨灰啊，骨灰也没有了，过上两百年三百年再到去找骨灰，骨灰没有了。大智度论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佛所说的法就大海汪洋似的，唯到信你才能取到一滴水，不信不可能。你想增长福增长智慧得有信心，没得信心福慧增长不了。要达到福慧两足尊，庄严你的果，你没有最初这个信心呢，是办不到的。信呢，信佛的教授教导你，布施起来没有坚定的心，因为有信心了，欢喜才能进入佛法。因为有了信心了，学佛的教导，你才智慧功德能够增长。没有信心能增长吗？因为信了，增长智慧了，才能够到成佛，到如来地。因为相信佛的教授，于是佛教授去修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才能够明利，明利就是有智慧。信了坚固，任何事物不能坏你的信心，让你信有力量了。信了坚固，没有能破坏你信心，必须得达到初座。换句话说，信满心，信满了，有这个信心才能够灭除烦恼，这信心是根本。有了信心了，信才有力量，有了力量了才能坚固，才使你的功德不坏。
有了信心了，对任何不起执着，直到他入梦幻泡影，因为没有信心才遇能够遇到诸苦难，有了信心了，向佛功德灭了烦恼的根本，一切苦难都得消失了，没有障碍了。对任何境界不执着，不论好的坏的苦的乐的酸甜苦辣，这些境界都不执着。有了信心了，才能超出一切魔的境界，不会走魔，不会招魔，不会行邪道。有了信心了，才能得到无上的解脱。有了信了，能超一些魔路，能够实现无上道果。有了信心，使你一些功德的种子永远不坏成长，能生长菩提。因为有信心能增长你最胜的智慧，能实现成佛，乃能究竟成佛。现在这一品呢，显首菩萨教授我们的，文殊菩萨说完了净行，请显首菩萨说，说让他解释解释，怎能使这个净行啊不再受延误，从清净行修行，直至能成道果。这里包含着有信尽念定慧，要使这个信生根，信心、念心、尽心、精进心、定心、慧心，信尽念定慧五个生了根了，它才产生利用，产生利用了，才能消灭烦恼，断菩提，证得菩提，断一切烦恼，证得菩提果。我们现在过去没有知福，没有福德，过去没有深入佛的教导的学法，没有智慧。福田与智慧，这成佛的辅慧具足，这叫两足尊，辅足慧足，但是都靠信，都靠信。现在这一品显首菩萨教授的信已生根，不动摇了，不被其他的不信所伤害，就是信坚固，信坚固。在这个基础上发菩提心，就发菩提就是觉悟了，再发起菩提心，有了力度了，效果就好了。入了初住他利益众生，能到十佛十佛界，就像这阎阎菩提这样的，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四现八相，在百界之内，一百个娑婆世界，像娑婆世界这样的四现成佛，就是心满心就有这个力量。这一发菩提心，发心即成正觉，发了心了，就能有利益众生这个力度，那就有神通了。有神通，神通就是用，神通就是用。因为信心，信你自己这个心，心是通的，这个心自然的本具的妙明真心，信心，这妙明真心产生了神通，
神明偏心嘛，神就是你自然的那个心，它起了妙用，叫通，通是力量，有神通妙用。因为信本来是一信了，达到信根本了，在这一万大劫里头啊，修行信心，修行成就了，心成就了。就达到这个初住地位。我宣泄依靠自己的心。一些外境，一些境界像虚幻的，是空的。这一些境不着不执着，只是正信的佛子。心满心，再不具足八难，八难捐除，一切魔所不能摇，能够得到解脱，能坏不坏它的根本的法性，不坏的体性，这叫做菩提根。菩提根，一登了发心住了的菩萨，直至成佛。争了佛的殊胜智慧，但这跟全小不一样，跟全乘菩萨、跟二乘声闻、跟圆觉不一样。这发大心的菩萨，信心满心，登了十住，他相信自己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究竟见佛，晓得自己的心就是佛。是叫自佛出现，自己的佛升起了。心外无佛，心就是诸佛，心也是阿弥陀佛，心也是释迦牟尼，心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都现前。到十住的菩萨、初住菩萨，他能见一切佛，一切佛现前。但是这个信心呢，经过好长时间修行，从开始心要三宝达到成就，一万大劫，那咱们现在修行到好多时间了呢，咱们没有登初住，有没有我不知道啊，这里也有四现的大菩萨四现，那不知道了。我们那一般的学佛的学者说，现在我们是培育我们的信心，你自己可以验证我信到什么程度了。刚才我说那个几种例子，能止恶行善，不起恶念了，这我们自己做到做不到，比如破坏三宝，毁坏三宝，我们呢舍生命维护三宝的利益，维护佛法生的利益，我们能做到做不到？依着次第而来说，现在不是讲次第啊，这讲华严经两种境界，一种是行步，一步一步走，一种是顿超，顿超就圆融。像善财童子一生成佛，初发心见了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叫他参访善知识，参一个善知正一位，参个善知正一位，一生成佛。这有次第没有？有，但是这个次第是顿，顿的次第。我们有的一闻到华严经就开悟了，一闻到华严经，闻到法，进入实心满心，就登了发菩提心，就登了初住了。但是这个信非常的难呢，非常难。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啊，现实生活当中，你能不能得到一个如意宝？让它产生什么就产生什么，让它产生一个楼台殿阁，它就产生一个楼台殿阁；让产生一个国道，就产生一个净国道。就在这浑浊的五浊当中产生一个清净的，能有这种的力量。因为最根本的，就像清凉国师跟我们说，是信乐三宝的信，乃至于方便十度，华严经讲十度啊，我们以前讲方便讲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精进啊，但是讲十度，有智慧、方便、愿力，在这个环境加个愿，完了再加个智，思戒引进禅，是前五度，把智慧度开五个，慧方愿力智，智慧、方便、发愿、实力、实智，就是环境的不同。以这个次第，信是最早的，信是最殊胜的，是最难得的。现在你在人世间想得个如意妙宝珠，能得到吗？这个世间有吗？就像在第四天的天王，他有个如意珠，他在这个世界上，娑婆世界，他想得什么，他那宝珠就实现什么。其实他福德智慧。关于这个信心的力量啊，还多了。不是我这个很笨的，没有智慧说得出来的，说之不尽的功德，说之不尽，效果非常殊胜。所以依着你修行当中次第来说，这个信能升起最殊胜的快乐，非常难得。我们就把这需求，把这个乐当药讲，药是当需求讲，不是快乐讲。我们想需求达到信心，很难呐，甚难得呀。我们作为道友啊，我信了三宝了，我又落法修行了。你还没信呢，你这个信呢很浅，还得深入达到这个。前头文殊师父教授们的信都进行品什么的，这文殊菩萨让贤寿菩萨说，这个信就深入了，是诸位了。不是我们一信三宝就能行布施、持戒、忍辱、耐恒六度，办不到的，力量还不够了。培育信心，把我们这个信心呢，把它培植到很殊胜的，达到初住的菩萨，实信满心达到初住菩萨。这个时候，你产生了很多种殊胜的因缘，咱们前面讲的四因四缘，这有十种殊胜的道理。那这个我们引证的是五种殊胜的道理。那这个问题还很多。咱们还回头讲啊。专讲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断除欲望，除耐流，开始涅槃无上道。昨天讲过了，讲过了还在重讲。什么原因呢？
那么我跟大家一样的不信。关于这个县我们讲了很久，金恒平文若寺里边叫什么来讲县，那出县。现在贤寿菩萨又叫什么信圆满了，信圆满了还要回头讲县，本来入了诸位了还要讲县。讲信讲久了，最后没得人听了啊，不信信吗？信呢、啊、是你成佛的根本，了生死的根本。如果你想断烦恼，想成道业，想得解脱，你信还没信呢，能办得到吗？母是生长的意思了，说你要想入佛门，要想了生死，要想断烦恼，要想心里愉快难乐，你连信还没信，怎么办得到呢？我们把这个反复出来过去讲，为什么？今天我问如瑞，我说怎么样？我们华严班的招收好了没有？他说他还跟我讲条件呢。我说干脆我们华严班不办了，学生跟老师讲条件，跟常住讲条件，你耐学不学？不学是你自己的事儿，生死是自己了。因此我跟唐浩，我想起我当学生时候去搞华严部，什么情节？我们那五年没有学生缺席的，没有什么星期礼拜，没有什么假期，可是五年如一日。现在不行了，这才几十年啊，三几年，才七十多年吧，变化这么大。要再过七十年呢，再待一百年呢，那么佛教的面目还不晓得什么样子了。为什么信心没有？我反复讲信，你要想得解脱，要想了生死，要想断烦恼，你连佛都不信，能断得了吗？这就是从讲的原因。天台山果敬寺的后山有个老比丘给我打电话，对，他说是跟我说了很多了，他说你说的那个沾茶善摸夜报镜啊，我也用了。我说你怎么用的呀？对，他说我沾茶了，问我哪道来的，他说我地狱道来的。我说你是不是地狱道来的呀？他说大概是吧。我说你受过三规没有？他说我不但三跪了，我当了比丘都好几十年了。我说当了比丘好几年，我说你连三跪都没受，你根本就不是佛教徒。你所说的话简直不沾边，跟佛教不沾边。当然普陀寺不见得有这样人物了。当然不，我们普陀寺在外边名气很好，道场很好，实际上我们自己检查检查，我们有信心没有啊？信到什么程度啊？相信自己能了生死吗？所以信是你修道的最原始的
没有心还能长养功德吗？还能有善法吗？怀疑还能跟佛菩萨去讲条件去吗？三宝弟子能跟佛菩萨去讲条件去？跟哪个佛菩萨去讲？是跟观音讲吗？跟地藏讲吗？跟文殊普贤菩萨讲？这就是什么呢？不信的表现。信不是一句话呀，相信不相信佛的果德，相信不相信佛所教授我们的成佛之道的方法。信是一切的根本。佛法甚深入大海，唯信能得入。你连信不信怎能入得到呢？你信了，就这一个信，才把你的身心的垢眼洗得清楚，用佛法来沐浴，用佛法来洗，你心才能得清净啊。现在啊，我们的道友，特别是年轻轻的，他不知道佛法的深厚，也不知道天有好高，地有好厚，又不知天高地厚，啊，说话呀，做事啊，用心想象啊，都是信不具的表现。你信没有信心，你能把垢浊处理清净吗？娇慢呢，含舌意思非常的广。不信奉三宝的具体的表现，自己总因为自己了不起，错了，那叫烦恼。烦恼嘛，没什么了不起，众生跟众生都是斗烦恼的。大家看看现实吧，果跟果，人跟人，就是斗烦恼，看谁烦恼重。我们自己是业障，现在所受的是业报身。所以记住，一点点的善根能够得遇着佛法，在这个基础上要把烦恼把骄慢除掉，你才能得到解脱呀，得到解脱。如果是这样子，这样的修道，这样信去，你不能进入。信呢，是入佛法藏的第一个财富。我们说法财，法财是法的丰富，就是财富。这个财富比世间财富不同的，世间财富我们要失掉。你一死就失掉了，你的法财不管不会失掉，肉体没有了，你的法财存在的，你清净信心存在的，不会失掉。你修任何的法门，乃至你现在我说受个三皈五戒，乃至个三皈，你得有受持。受持是领纳于心，我说表示与行动。行布施也得有信心，信自己，信他，受施者，信所施之物。究竟呢是三轮体空，没有能施者，也没有受施者，也没有所施物，这个我们办不到。但是我们会施，就是
以智慧行布施道，使别人能受到恩惠。没有信心他会有吝啬的，没有信心不能欢欢喜喜入佛法的。我们都想求智慧，你连信心不得增长，你能增长智慧吗？我们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这都有智慧，那你连信心还没有，能够得到这些个吗？说遇到任何境界不执着，建立在什么上？什么都看得破，放得下。一种是佛菩萨加持，二者是你的心能跟佛菩萨结合到一体了，这是靠信能入的。我们想断烦恼，连信心还没有，能断的烦恼吗？那么求佛、拜佛、礼佛、求加持的时候，都是求佛菩萨的功德加注在我们身上。完了，对任何境界不起执着念头，那你没有信心能做到吗？因为有了信，才能够远离一切三灾八难、一切苦我，不然怎么离呀？说我们经常修道的时候，遇到些个障碍，遇到些个磨难，在身心所受的有种种苦恼吧，那因为你信心不具足。咱们看看信心具足了，实信满心，登初住位，能够到百界作佛，是什么境界？那信心刚成就而已了，远离一些灾难呢。当你求诸佛菩萨的，先求你自己，建立起来信仰三宝的心没有？对三宝还没有真正的信，其他的什么都谈不上了。不管你出家好多年，不管你学了好多佛法，都成魔业。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才能长养一些善根呢。发菩提心，成菩提道，就靠信来抚育、来滋润，以智慧水来灌溉，灌溉您的菩提树，您的菩提树才能成长啊。我们都想求智慧，增长智慧，但是你没信还行吗？我们以这个清净的信心，就是我们本性所具足的性体，我们本性的性体，用信来洗刷我们那个不信的那个污浊污染。信理，理是什么呢？信我自性，我们自性跟诸佛平等，跟一些众生平等，那你还有什么骄慢的吗？没有了，平等平等，你不比谁强，骄慢不起来啊。信心是一切法财的根本。你说你穷没钱，世间的没钱吗？就是生活的资具没有，如果得佛法的没有法财，
你贫乏，对佛法你无所知了，圣才不具足了。相信世间法，一切都入梦幻泡影的。相信你这个身体，入梦幻泡影的，那就没什么贪耐了。我们想漂流渡生死大海，没有信你渡不了的，唯信才能渡了。你要想增长智慧、增长福田，那没有智慧办不到的。没有信心办不到的，这个信就是智慧的根本。没有智慧的不能信入。能陷入就是代表智慧了。所以这个信呢、我反复的讲。好多障缘是你不能陷入。有信还有障吗？现在我们大家都被障所障住。信不能入味，现在你跟哪位道友说，或者出家五六年了、十来年了啊？你说你信心还不具足呢，他一定发火。不发火吗？他也不高兴。他说你胡说八道的。我说这我没信。这信有条件的了。不是我们自己口说，看你事实了，你的事实表现了。不言文殊菩萨、贤首菩萨为什么这样反复的来说信？一切入佛他成道，他从信心起的，没得信心怎么能修成道业呢？我说我们求文殊菩萨、求观音菩萨、求地藏菩萨，从来没见到过，没得到菩萨加持，菩萨没现身，没给你摸顶受戒，没给你注入灌顶水，那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还没信。有信位的菩萨，这些给他司空见惯，随时跟诸佛菩萨打交道的，你还没信心呢，你当然得不到了。所以说文殊师利菩萨入世说，要么行静心品成就信心。所以文殊菩萨自己说完了之后，有请贤首菩萨说，贤首菩萨又来说信。现在咱们就讲的信，信完了之后还有行，信的次第，信完之后行的次第，你信完了才能去做嘛，叫信行次第。我们学禅宗的人不愿意听经。我说听起来他烦恼，有经上要求的，跟他那什么也不想，明心见性，直指成佛，多简单呢，多愉快呀，一下就成佛了。有这等事吗？信的次第要一万大劫，他有你表现的事实啊。不是说空话，说不是讲空吗？是讲空啊！你把空的行为表现一下，什么叫空？骂你几句，打你两耳石，说批评你一下子，你马上就不空了，还空得起来吗？信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也不是我们说是。啊，我们现在了，我信佛了，信法了，信僧了，你怎么信的？
你信了得到什么仇报？马上就现象了。什么叫现象了？现不信。信要有具体的事实啊。你得到没得到？没得到你没有信，没入信位。乃至一间的四间法，稍微一不顺自己警戒性了，信佛信法信僧的念头没有了，马上烦恼就来了。这些话都是我们初学道的、学道、修道的最根本的，不能参加一点的虚伪，不能参加一点的杂念，说才叫静啊。我们的信掺杂很多的贪嗔痴，那怎能得到快乐？怎能得到佛法的加持啊？但是得到点人天福报而已，人天福报是得到的。信后要在行上来验证，行也不是顿行，是次第验行的，我们没有那么大根基，没得那么大根基，就是我过去多生累劫没有经过修断，修是断烦恼的，因为有修才能有断。现在我们是信三宝相，我们要信三宝性，这个我们在讲大乘起信论的一再的讲，相信自己是佛，这个信很难了。相信自己是法，相信自己是僧，这是自体三宝的相信。说现在我们都想修仙修道，我上殿了，过堂了，念佛了，吃斋了，诵经了，现在不是有一部分同学的天天读华严经吗？读了好多年了，起码有五年以上了吧，是不是具足信心来读的？每天诵，相信不相信华严境界？相信不相信自己能成佛？相信不相信我这个幻化空身即法身，有这个信力吗？如果没有这样信，你所读的世间福报，因为这个线，显首菩萨叫什么？是最圣意的，是法宝宗之根本，是稀有的、难能的，是清净的，没有浑浊的，是尊贵的，不是一般的，不是天王啊，不是果王啊，不是那些个尊贵，不是世间相，是出自间相。所以在贤首菩萨分别这个信位分别的非常的多，反反复复都是这样说，只说个信，这个是信成就。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
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慈悲三昧水忏小蒙山暨为49天内往生者普佛回向，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3月27日星期日上午9点，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园义工，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洽询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0627166616或0627166612。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生净土，成佛度众生。